everyone. 哦，好，还看不到。我想。嗨，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浪 live 官方节目《浪 K 歌》特别计划，我们是 AKB48 Pink Pink。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丽丽子，我是主持人翁同勋翁翁，我是来宾柏林。好简短，好简短，对不对？耶、yeah, ，欢迎柏林再度来到。哎、欸，真的也一年了，有一年了，一年了，一年了。上次第一集有来一下，对。對哎、欸，我们第一集的时候是就是什么都就是比较阳春的状态，但、啊、我不记得当初不记得是这样子，没有这些东西、欸。对啊，越加越多。而且你知道现在有那个有沙发，有沙发，有那个投影幕，然后前面还有那个介绍我们的板子，还有公司只有三张板凳椅，那时候就是很初期那种感觉。对对 对，有了现在经费暴增哦，大家经费暴增，教书。嗯，那暌违一年再回来，有没有什么心得？嗯，其实还蛮期待的，因为就是一个唱歌的一个节目，还可以跟大家轻松聊天，然后就想说，因为其实我就是在过不久就要就是暂停一段时间去国外读书这样子，所以就是难得就是参加一下，赶快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然后快快乐乐去读书。真的耶，那个时候的柏林是不是还没有染头发呀？是不是是黑发的他吗？我也忘了，应该染了，应该染了，可是刚染是什么颜色？好像是银发。是吗？上次好像有点咖啡，我忘记，就是有在蜕变。这次真的很，现在已经染回来，就是对，改邪归正。我们交给熊猫解答了，你也差不多该了吧？对啊，错过了他金发时期。如果他金发来这边的话，就是要唱一点什么凶的，对不对？但这次的歌单好像就比较，这次好像比较多一点，比较 chill 一点的歌啊。对对对，就是比较，我们还想说要开一个。就是满满的摇滚歌，后来想想，干嘛为难自己呢？对吗？真的。好啦，那我们不免俗的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抽奖活动。第一个是抽奖活动，今天的节目中只要送出加油鸭，就是你们现在看到大家一直在送的那个加油鸭，就有一次的抽奖机会。然后送的越多，机会越大。然后在7:50的时候会抽出三位幸运的观众，然后获得三人的合照拍立得。耶耶！然后第二个榜单活动哦，第二个榜单活动呢，我们在节目最后7:55左右倒数2分钟解榜。那榜前三的观众可以获得指定成员的个人拍立得加小卡，不能指定重复指定成员哦。第一名先指定，然后第二名、第三名以此类推，不能重复指定。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柏林的，赶快送起来吧，毕竟、就是、他要飞了耶。对啊，他要飞了，那么难得的机会可以获得什么？获得精彩快乐。对，然后获得那个柏林的那个。飞出去前的拍立得，然后还有亲手写的小卡，对，相信熊猫们一定都会想要、欸，就连我都想要，可以写一下嘛、嗯，然后留下美好的回忆，因为毕竟下次看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你是认真的吗？认真的，好像是可以啦，可以哈，好，那就进行我们今天的活动，今天的节目、yeah、活动正题，进入正题了，进入正题，对，好的，那你有没有发现背景音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团最近好像蛮红的，但是就是我想要推广这个团，所以私信跟那个就是大哥们说这个背景可以放冰球乐团的歌，他真的是疯狂发出哎、欸，真的，我刚刚在外面听到鬼吼鬼叫，真的是鬼吼鬼叫，真的，因为他们的歌，因为我今天开了一首，就是也是他们团的歌，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因为我虽然唱的不是很好，但是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因为张旭旭点他们的 MV 来看，你都不是很好，我们打包走一那个，把这个场地留给他，我们可以打包收一收走了。也不是说怕玷污他们，然后就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团，没有不会好吗？你唱出自己的风格，看出来真的很喜欢，对，非常的，所以呢，我们就来最后喜欢我一下吧，不要喝太多，真的，你会不知道你讲出了什么，有一句歌词这样写。暧昧的光线，微醺的缱绻。Oh babe， 音乐在热烈，那红绿太惹眼。我品尝新鲜，喝几杯。No， 邂逅弥漫在周围，玄之又玄。还没发觉你的出现，红着脸，紧闭的眼，轻轻踮起的脚尖。
you take it slow. Maybe you don't want to be my girl. 我害怕会犯错。You don't have to take me home. 也许只是喝的比较多。先不要最后喜欢我。到底该不该流泪 No I know what you want from me Baby I can 这只是我们相识的第一眼紧闭的眼轻轻踮起的脚尖 Maybe we should take it slow Maybe you don't want to be my girl 我害怕会犯错 You don't have to take me home 也许只是喝的比较多先不要最后喜欢我该怎么说出口走容易犯错怎么做才会对 I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 又该怎么拒绝 Maybe we should take it slow Maybe you don't want to be my girl 我害怕会犯错To take me home 也许只是喝的比较多先不要最后喜欢我 Maybe we should take it slow Maybe you don't want to be my girl 我害怕会犯错 No You don't have to take me home 也许只是喝的比较多先不要最后喜欢我嘿 Be my girl OK 不要喝醉谢谢Yeah 不喝醉可以 be your girl 吗哦、oh, 那就好算了你就平衡我是知道我是知道你要接这个平衡跟林一是吧也没有啦就是还有栗子跟柏林啊平衡林一二选一我什么都没说其实不用特别他直接被夹在中间平衡林一二选一他选不出来我选平衡啊对不起、啊、那你的平衡林一我选林一我选林一可是林一很棒如果真的还是平衡真的很重这样天哪这个是直接要这首歌送给他们两个这样对没有，搞不好那个不用喝就直接告白了。哎、欸，对，现在是最后喜欢更加阿杰派一点。现在走在 T 组以后，哎、欸，真的 T 组之后会发现新世界。嗯哼，被阿杰杀到。真的，今天因为就是太生气，就是没有拍到他的那个与钢琴家的照片，然后我怒吼完以后在宿舍就流鼻血。他还讲一下这个故事的过程，太好笑了。好，就那个分享一下过程。就是因为我公演的时候喜欢帮大家拍照，可是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太忙了，然后那个换衣服太快了，然后就来不及帮林杰拍那个与钢琴家的照片，然后他那个衣服真的是超好看，然后没有拍到，回去翻照片，因为我在宿舍跟他们聊天，回去翻照片我就一直怒吼，我说没有拍到林杰的与钢琴家，然后喊喊的时候，张爸就说。哎、欸，你流鼻血了，然后是真的，这真的是绝无虚假，这是到底是激动到流鼻血，还是被他的那个就是曼妙的身姿？没想到他跳那个与钢琴家，就是激动。对不好意思，阿杰，我不是怪人，你这发言就超级怪人。不会啊，像是刚刚那首歌送给品涵跟林怡，那你有没有一首歌要送给你的阿杰？不好意思。没关系，你可以慢慢来。没事、oh, 没事。接下来想为大家带一首歌，就是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就像我对阿杰的感情一样。你们乱 Q 哎！对，就想。
想说，就是我们都已经对平安表白，然后最后喜欢我，现在下一首副歌是不是稍微有关联这样子？希望是有的。阿杰听着吧，阿杰，我们送给阿杰的歌，柏林送给阿杰的歌，完全没有人在顾虑林杰的感受。哎，很好啊，他搞不好在下面。送给炭吉吗？好，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歌。I wanna follow where she goes. I think about her than she knows it. I wanna let it take control. Cause every time that she get closer, she pulls me in enough to keep me guessing. Ooh.Maybe I should stop and start confessing, yeah. Oh, I'll be shaking, I love you when you go crazy. You take all my inhibit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You take me places, I tear all my reputation. Manipulate my decis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She said that she never afraid. Just picture everybody naked. She really doesn't like to wait. Yeah, not really into hesitation. Pulls me in enough to keep me guessingMaybe I should stop and start confessing, yeah. Oh, I've been shaking, I love you when you go crazy. You take all my inhibit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You take me places, I tear down my reputation. Manipulate my decis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Since I lost some of my and you took it way too far. I know we'll be alright. I know it will be alright. Cause you were by my side. And we stumble in the dark. I know we'll be alright. I know it will be alright. Cause you were by my side. And we took it way too far. I know we'll be alright. I know it will be alright. If you were by my side. And we'll stumble in the dark. I know we'll be alright. I know it will be alright. Oh, I'll be shaking. I love you when you go crazy. You take all my inhibit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You take me places. I tear all my reputation. Manipulate my decisions. Baby,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Oh, oh, oh.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I feel so free when you're with me, baby.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谢谢。哦，这是一首非常热情的歌。他开这首歌真的是很惊讶，没想到你也喜欢这首歌。不小心听到、那个小蜜蜂，那个阿姐的粉丝们，请把这段剪给阿姐，就是包括柏林前面讲的那几句话，然后把那个流鼻血那段也剪进去，直接就是变成一串故事。因为想到阿杰的事情，反正要飞了，讲什么都可以吧。要确定现在要告白这样子，对，要离开台湾就讲什么都可以吧。哎、欸，那时候情人节应该请他来这样子，原来还有要白要告、oh, 都不知道， oh, 有白要告是这样。对，有白要告、啊，不然是哪位？要告谁？告谁？告白告白，绝对不是告我这么黑。啊，你告告白可能告我什么？笑话越来越冷，好，不要理我。我瞬间有一种降至冰点的感觉。哎、欸，你们两个都来告白歌哎，但我好像。对，我的那你的一定也很告白啊，他的非常的浓情，就是跟前面两位的画风完全完全之不太一样，就是 我突然不知道怎么介绍这首歌，就是前面两个哇这么深情的告白啊，我这首歌是不是好了？他也是有擦到边了，但他是悲伤的，对不对？对对，
对啦，他还是有插到边的，只是跟前面两个就是快乐告白不太一样。他就是想要给我们失恋的感觉。我们是痴情男子啊，我们刚刚的歌完全是痴情男子。啊，我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经历人生的那个各种风霜，然后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我知道你就是我们的妈妈，然后你还告诉我们说，就是爱情没有那么简单。对耶，妈妈，妈妈。妈妈 ，Oh my God！ 最近杀到一个女孩儿，哎呦，我要怎么解呢？这首歌就送给我们这样子啊，好，就是、我会听的。好，请听《茉莉的情波》。是伊目睭做的代志，伊讲闪电是天的锁匙，锁匙打开有雨水。阿妈不捌你，但是有一张情批写予伊，经过几十年不愿拆开。伊讲写你不如相思，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是合意，无聊半日就断了过去，不甘心苦滋味好几暝，我爱的伊。离开，伊讲孤单伤是合意，山明海色嘛是起意，情话拢无你痴心变痴迷，我甲阿妈问，阿妈的情话是啥啥物？伊讲一人要爱无勇气，才来用你骗情意。情书撕的蛮碎的，起床就是这样。情书撕的蛮碎的，好难过哟，好难过的歌。没有，早知道你们就选这么告白的歌，我就选告白一点的歌。我选了一个这么，还是我应该就是你们都告白完，我应该唱个 gay 嗷之类的。gay 嗷也不是什么，它是开心的歌吗？没有，就是我把我的一生交给你。哦，是这样子吗？那不是这么沉重。一心寄爱里积累。啊，那是另外一首歌。我们还是青春给的领导，我们还是那种就是情窦初开还不想负责任的男生，渣男歌就对了。渣男，对对，对我们来说太沉重了。渣男代表这首歌，对对对，所以例子就是痴情女子这样。
那个阿妈可能是你。我要唱那个痴情玫瑰花，我是爱你爱你爱到要死的痴情男子汉。好，对不起，那个瞬间透露出我的。对我的喜好，你真的是台语担当，只能这样讲。然后柏林就是日文担当，这样子是没错。那你是什么担当？我是搞笑担当，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你是世界第一猛担当。哦，谢谢，谢谢世界第一猛担当。你们看到柏林吗？那时候我们世界第一猛，第一猛。哎，他真的想很厉害哎，亏他想到第一猛这样子。好了，今天就是强迫他们 把那个名字改成就是跟猛有关的，你就尽量按吧。那大家个人曲都听完一首了，是不是应该来听合唱曲一下？这首也不是难多难那个多开心的歌耶。对对，所以这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唱的。对，那时候就是想说要开我们两个都喜欢的歌手，你们可以猜猜看是谁？柏林喜欢的，他们有你有在直播上讲过吗？我没有特别说过，我觉得他们第一个会觉得我喜欢应该是 Lisa， 可是今天不是唱 Lisa 的歌、啊 ，Lisa 好像还是英文歌哦。哦，对，上次好像就是浪 K 歌有唱过他的歌，有对，永远记得你是唱他的歌这样子。对 ，OK， 大家应该也猜到了吧？猜不到就算了，我们就要直接开始了，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了。对，没关系，我们请大家听完再来，就是分享一下他们听完的心得。来，要唱的是 Let Me Go。真的有这个、欸、我是不是要自己拿出歌词英文歌词这是不信任的部分笑死Love that once hung on the wall Used to mean something But now it means nothing The echoes all gone in the hall But I still remember The pain of December Oh, there isn't one thing left you could say I'm sorry it's too late I'm breaking free from these memories Gonna let it go Just let itSaid goodbye, set it all on fire Gonna let it go, just let it g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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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 came back to find I was gone That place is empty like a hole that was left to me I've been with nothing at allIt's not what you meant to me It's how we were meant to be whole That is the one thing that you could say I'm sorry it is true I'm breaking free from this memory Gotta let it go, just let it go I said goodbye, set it all on fire Gotta let it go
首歌也出好一段时间，是好好听。然后我一开始对这首歌其实没有太大印象，然后那时候嗡嗡就传给我，然后我越听起来哦，真的艾薇的歌就是一听就很容易中，对对，就是很适合你的风格，越听越喜欢，真的，我在狂听哎。对啊，就是他其实有很多首歌，然后就是每一次就是听到可能艾薇有什么新歌干嘛，我就会想丢给他，因为他就是也喜欢艾薇这样子，超喜欢。我们团应该没有其他人了吧？目前。喜欢艾薇儿，对，好像没有，我觉得难说，搞不好人那么多，其实都藏在里面。好吧，有可能是这样子。对，不要话说太满。你搞不好那个传下去说有没有人喜欢艾薇儿，然后就会给很多人给你个赞。都喜欢那个馒头人的赞，馒头人的赞，对，好像大家都很常按那个东西。你们群组喜欢的帮我点个赞，对，时间可以点个赞，什么都点赞。这首歌真的是很适合你，对，真的吗？就是、你的声音是很适合艾薇儿，所以我就是一直想要丢给你听。感动，我真的很喜欢，所以被这样讲其实会很暗爽哎、欸，是吗？你现在明爽吗？对啊，声音特质是这么触中，我真的很开心哎、欸就是。好啦，那我们要不要再宣传一次我们的抽奖活动？没错，对，这一次你只要送出一个加油鸭，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然后在7:50的时候会抽出三位，可以获得三人的合照拍立得。耶、yeah, ，那第二个活动呢，是我们等一下会在7:55左右呢截止解榜前三名。那第前三名可以获得拍立得加个人加小卡，在讲什么？拍立得跟手写小卡。那第一名先指定，第二名、第三名以此类推，不能重复指定成员哦。耶、yeah, ，好啦，那么是不是该换我们两个了？我们两个？不是你要什么？你可以休息一下，你可以说太多话。只是我们先就是跳下一页。欸、手有点短，我们可以叽叽喳喳的，毕竟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一直在叽叽喳喳来。对，你可以，麻烦你可以休息一下，嘻嘻哈哈。不行，我要讲这首歌，我要讲这首歌。哎、欸，这首歌是怎么样？可以开开帮我翻一下日文是什么意思吗？它这首歌的歌名的中文就是“我变成别人的女朋友了” 。Oh my god！ 你们这些这是对的吗？这是完全贯彻渣男的。他的心境其实，我一开始听这首歌，我觉得蛮难过，因为他就是在讲说一个女生她分手了，然后她交了新的男朋友，然后这首歌是送给她的前男友，所以她告诉前男友说：“哎、欸。”我已经变成别人的女朋友了，所以你赶快滚吧，就你赶快去找别人女人吧。你自己的新的一个，就是在我想起你想联络你之前，请赶快去找到你的女朋友，让我彻底对你死心吧。这样，对，天哪，这是我非常难过的歌。对 ，Oh my god， 就是身为我们两个，就是身为那种旧 CP， 我们一直被我们就是应该说我们以前曾经是一对 CP， 然后我们到现在就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所以这首歌就算是送给我们的粉丝们，送给我们不知道还在不在 CP 们挚旧爱。对，然后为什么选这首歌，就是因为那个今年的歌唱力大赛那个 Munayama Yuri San， 然后就是真的彩琪前辈选了这首歌，那我就被大圈粉，因为真的，哎、欸，我真的是一开始听春山彩琪前辈，我很少听他唱歌、嗯，然后那时候就是歌唱比赛，我听他唱的，我就哇，很会唱、欸，而且很有感情。对他不知道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用这个心情，就是对对方唱这首歌。天哪、啊，你们两个应该可以对着彼此唱哎、欸，应该不行，我们还是要看歌词。太真实了，我真的是超紧张的。可是我觉得你知道，就是因为现在的机会太少了嘛，但在唱到这首歌，就是对那个熊爱丽的 CP 粉们，赶快来听哦，赶快来听一下、哦。现在给你们一分钟抵达现场，赶快召集你的朋友们，对，来听听召集熊爱丽的朋友们。今天这首歌讲求是氛围啦，对，这一定是有的、嗯。好，就是要就是如何唱的撕心裂肺。OK， 好啦，那给你念那个，给你念歌名。接下来请听《別の人の彼女になったよ》。他讲了一串外星文。別の人の彼女になったよ。今度はあなたみたいに一緒にパスって大はしゃぎとかはしないタイプだけど余裕があって大人で本当に優しくしてくれるの別の人の彼女になったよ今度はあなたみたいに映画見てても私より泣いてることなんてないしどんなことにも詳しくて褒
裂肺，今天没有要撕裂，好有感觉哦，怎么办？很会套用哎、欸，我那时候选这首歌觉得我选得很好，哎、欸，真的就是两个唱出有那种，就是会让人家回去那个过去想象的感觉。回去那个，虽然我看不懂。海丽的，再回去要回到高铁上了，是不是？对，那个如何教那个教我如何搭高铁？真的耶，怎么办？整个就是陷入那个情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的歌就是这样子，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就是没有那种一直高或是一直低的状况。我们之前就是开歌，就是有一个我忘记哪个来宾来，然后我们整集都是唱难过的歌，整集这么 emo，、这么 emo， 谁啊？我记得是一个很阳光的成员，但是我们全部都唱很悲伤的 歌。对，就是今天就是一上一下，像云霄飞车，有种不知道怎么办的感觉，就是面对下一首歌要唱的。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现在要带大家回到高点上。这首歌的名字飞起来，对，高铁上吗？高铁，这刚好呼应到我下个礼拜要做的事情。哎，对对对，飞这首歌就是送给柏林，又送给柏林的歌，就是都很刚好这样。这首歌是李佳薇的偏心的歌，叫《飞》，2022年年底吧，我记得这个时候出的。等一下哦。飞之前有没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我说很多啊，就是真的，大家不要想太多啊，真的很快就回来，真的不要想太多，大家真的不要想太多，我会回来的好吗？我已经答应你们，我会回来了，不要担心，我们等你安全照顾自己，先学会用洗衣机，要洗的衣服们，三百斤，没有，然后发现那个没有妈妈之后，要洗的衣服们，噔，一座山，超多这样的，付钱请室友帮忙。认真吗？认真，也要室友愿意耶。就那个洗衣篮摆在那边，放在走廊，然后放一张千元大钞的，就发现走千元大钞被拿走，我也觉得会这种情况，衣服还在，好，就会直接疯掉。好，请你从日本回来之后就变那个，就是家庭主妇，能干的家庭主妇，真的、哦、之类的，就什么都要会啊，没办法。真的，哎、欸，我期待你会那个，就是煮一堆东西回来，太难了。煮一堆，我们那不能开火，再扛回来，都不能开火。对，我应该会变成便利超商达人。天哪，我本想说就是你应该就是去训练一下，然后什么东西都会煮了，回来那个煮给大家吃，太难了啦。TP 大家看这一集，赶快赶快骚扰柏林。那接下来我们要飞咯。世界背负了我，而我也都一无所有，就让一切摧毁，反正做什么也都错。心中有个黑洞，它吞噬了一切的梦，我眼中的世界如今只剩一片漆黑。安静的别说话，别说破的计划，这是一趟华丽的冒险。别喧哗，就来一次飞的旅行，天堂或地狱说不定，没关系，反正就那么一次，别犹豫，会坏了心跳一个新频率，安静的聆听大风的声音，闭上眼，一切结束在此刻。终于我也明白，你拉来的那股勇气，别再浪费时间，反正我眼中一样灰。心中有个黑洞，它给了我黑暗的梦，灰蒙蒙的世界，黑暗笼罩般的拥抱。安静的别说话，别说破我的计划，这是一趟华丽的冒险。别喧哗，就来一次飞的旅行，天堂或地狱说不定，没关系，反正就那么一次，别犹豫，会坏了飞。心跳一个新频率，安静的聆听那风的声音，闭上眼，一切结束在此刻。如果你看懂了，别说破，别
戳破我的计划，这是需要勇气的飞行，别喧哗。就来一次飞的旅行，天堂或地狱说不定，没关系，反正就那么一次，别犹豫，会换了飞的意义。就来一次飞的旅行，用心跳一个新频率，安静的聆听那风的声音。一切结束在哇哦好天哪哇在等那个好扯其实好像也不是开心飞一圈回来了对啊就是帮你飞完然后你就不用去飞了这样子那你在后面飞很多次超人一波天哪是蛮累的歌就是飞也是不容易嘛对吧挺不容易的、很难飞啊大家要瘦一点的飞机什么意思太胖的飞不起来他坐坏那飞机好希望大家会喜欢李佳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其实都蛮好听的还有其他首歌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听听看现在是变成什么音乐电台的感觉真的要介绍某某 radio 这样子某某OK 好那接下来那这个就是接下来这首歌对虽然你是这个季节什么什么什么他说飞完就落下这样对你知道就是飞完就是不知道柏林去日本会不会看到这个景象但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个应该不会因为你是夏天这个季节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对、哦、对, 耶对耶那这首歌叫雪落下的声音然后它是对我询问就是拉瑞姐姐跟嗡嗡帮我选的歌对就是因为我问说就是有没有稍微就是偏古装一点他们说、啊、这首很适合啊我就说好那我试试看对对所以听完就大家就看看适不适合然后不适合的话就还是要听完它就下一首强制听完哦强制你们听完好啦那么请听雪落下的声音
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醒来陪着一生好光景。明明我那么狠心，假装那只是叮咛，累积也不能相信。只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陪着一生好光景。哎，你真的适合就是这种，真的很适合这种古风格，声音很有故事哦。对呀、啊，我好像都适合那种有沧桑、有故事的歌。Angel 嗓唱沧桑的歌，笑死。对，如果你要更多，我们这还有就是其他古风歌，欢迎出去。OK OK OK， 没问题没问题，欢迎推荐，欢迎推荐。蛮少听这种歌的，所以就来这边听，就其实还蛮喜欢的，蛮不一样的风格啦。真的啊，剩两分钟，剩两分钟，还是要先抽奖，剩两分钟，对对对对，那就先抽奖。对，先抽奖，继续聊吗？先，我们可以先 对，还有两分钟。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的下一首歌？我的下一首歌，哦，我的下一首歌是我还没有在大家面前挑战过的语言诶，哦，是一首韩文歌，然后就是最近还蛮有名的那个 New Jeans 的低头，哦，低头低头低头，对，低头低头，就是其实我自己还很，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很好听，因为它现在就是蛮火的，真的蹭一波热度，没有，就是而且我其实韩文没有很好，所以我其实就是都是看罗马拼音跟那个空耳，对，所以。我唱的他们这个版本是他们有一个特别去音乐节目准备的乐团的版本，对，就是比较不一样的编曲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听就觉得，哎，这个版本好像蛮适合一个人来唱的，所以今天就选了这首歌，然后也挑了他这个的不一样的版本。然后等等抽奖结束以后，就一起期待这首歌，对，一起期待这首歌。每次唱完这个心情都会蛮好的。对，它其实算有平复心情作用，就是在睡前听会蛮疗愈啊，疗愈。我觉得它超适合，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在那个车上面一边听这样，一边睡觉嘛。它很适合在清晨的时候听，对，就是当天叫醒人的感觉，真的真的旋律很好听。大家搞不好就是也听过，就知道你在讲哪一个版本。杰星之前也有就是做什么 remix 版的那个啊，对对对对对，这首歌有。哎，没有，就是你知道。大家既然都说这首歌很适合叫人家起来，那我们等一下麦克风都没有拿，不要拿起来啊！这首歌那个粉丝自己剪一剪，剪头剪尾就可以当铃声。哎、欸，对，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等一下麦克风都不要拿起来，就是把这整个时间都交给柏林。那那个熊猫们也可以自己剪起来，就是那个柏林留学的那个就是时光里面，你们可以早上听他的歌，晚上睡醒听，晚上睡前听，就是那柏林还是一直在你旁边唱歌。那刚刚那个看到 Johnny Not Down 那个我也剪成铃，这个是会哭醒吧？该醒喽，会哭醒。对，这时候应该来一个聚光灯在你身上。天哪！对，哎、欸，已经时间要到了，哦，50分了、欸，哦，结束了，哦、好快。就是抽奖活动出来的，是不是？对对，恭喜吉米周阿正跟普拉斯，恭喜三位，恭喜可以获得三人合照拍立得，耶！恭喜、欸！这三个之前都抽过了，就是都有中过，他们现在又中一次这样子，恭喜，真是幸运。对啊，
可以去签个乐叉，然后把那个叉消失。对，太幸运了。OK， 好啦，那柏林要带来我们的低头吗？来，给你 Q 歌。好的，接下来请听 New Jeans 的低头。Like you a little, don't wanna riddle. 말해줘 say it, beg or say it, little. 아침은 너무 멀어서 say it, little. 훔쳐버렸어 함께 기억처럼 나보는 내 마음은 어디서 열어지는가? 기다려지 all this time. Do you want somebody like I want somebody? 날 보고 웃었지만 Do you think about me now? Yeah, all the time, yeah, all the time. I got no time to lose. 내 길어던 하루 날 보고 싶어 라타타타 우린 심장 I got nothing to lose. 나 좋아한다고 라차타타 우리 심장 But I don't want to 항상 다 있던 전원 느낌 그대로 난 기다려지 All this time I got nothing to lose 나 좋아한다고 따따따따 우리 심장 But I don't want to stay in the middle Like you a little Don't wanna riddle 말해줘 say it back or say it little 아침은 너무 멀어서 say it little I don't want to walk in this middle 다 하는 거 아니어도 바란 돈 들어 말해줘 say it back or say it little I want you so say it little完整完整，难得。然后说，嗯，什么时候可以拿下？啊，好，结束了耶！终于结束了。然后我们上一首歌是这种感觉，对，真的，真的是听得很舒服，就是的，就是平静心理的歌。对，刚刚那些就是不好的东西都已经赶出去了，太好了。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喜欢这首歌，对，很喜欢，好像你出疗愈 cover， 轻松，真的有点想考虑一下，对，可以出个 cover 吗？很适合这个版本的，很不错。对，希望可以有、在这几天短短几天内可以听到。妈、我去日本会带着我的麦克风，真的认真吗？会啦，不然在宿舍不知道干嘛。OK， 好，哎、欸，这么快已经到了时间了吗？
还没。好 ，OK，、欸、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7:55，疯狂按照 CV，、哦、对，没错，我看到。好，让我们现在开始要倒数2分钟喽， yeah, 开始倒数。好，那我们请柏林来分享一下今日的心得吧。哦、其实就是上次来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真的是很开心可以来让 K 哥唱歌这样子，就是平常就是在舞台上面就大家一起唱唱歌，当唱一唱，就是闲暇之余还可以拨空来这边，就是有自己的唱歌的时间，觉得还蛮特别的。嗯，然后也谢谢就是今天有来看直播的熊猫们吗？谢谢你们就是来参与抽奖活动，然后来参与，不是来听你唱歌，不是参加抽奖活动，对啊，还有来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听歌。对耶，觉得很快乐，已经一年了，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还会以为这是第一集的感觉。哦，真的吗？对，当时，当时的氛围感跟现在好像也不太一样，现在就是我们长得也不太一样，秋的感觉。对，就是好像、因为第一次真的很紧张。对，大家都是真的怎么办？我记得那么嗨，就是前一秒还一直在看那个主持稿，那个 rundown， 我这边站那个，然后他的疯狂，我怎么都要 cue 你，然后对我现在就是对，哦，就没关系，我流程已经记住了，对啊，随便、就是有流程表吗？完全没有，没有流程。然后在坐在那边，他就说，我们那个订番那个鸭肉饭呢，然后我想说，什么鸭肉饭？然后我就说，哦，我很饱，没关系，我不想吃。然后翁同学说，你要不要吃一口？可是他真的很好吃。我说，那我吃一口好，拜托。然后给我吃一口，然后我就吃一口，就说，好吧，蛮好吃，真的超好吃。好，我的那份在哪？对耶，现在开始来的那个每个来宾都一定要强迫他吃鸭肉饭。对，我们每个月都是鸭肉饭。我们以前会给来宾选，说你要吃什么，然后现在就是不管，就是鸭肉饭，强制推销，大家超级好吃。我那时候吃完之后突然觉得，我好像又饿了这样子，对，然后来吃，很开胃，很开胃，也不敢吃太饱了，就怕太激动就。真的会吐出来。如果外面还有剩，你还可以把它吃完，它真的太值得吃完。对啊，我们家下面留言说，鸭肉饭哪里？自己找，谢谢。就台北是你，全台都吃完这样子。对，吃一遍就知道了。对，没错没错，不能偏心，每家都推一下。好了，大家倒数喽，五秒、四、三、二、一。我们聊的刚刚好，真的是刚刚好。来，我来按一下，等我。好，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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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跑一下哦，跑出来了。第一名，恭喜阿正，恭喜阿正。第二名是光泰，恭喜光泰。第三名是林国，恭喜林国。耶，好啦，大家来那个指定一下吧。阿正，你如果不选柏林的话，你就可以把胸头拿掉。好吧，他给我那个就是留学惊喜。留学惊喜，我选汪汪，我选汪同学。哇哦，谢谢阿正，这是一个很棒的惊喜。好笑，都熊头了，惊吓惊吓，不用担心啦，不用担心的，对吧？应该是柏林了，熊头，你再不选柏林，阿正选姐姐，姐拉瑞，我要选拉瑞，阿正选，那阿正要选个鸭肉饭吃，也不错，很好吃，直接外送一份那个鸭肉饭到你家，然后选是柏林 ，OK， 阿正。然后第二名光泰，光泰，他是要选谁呢？栗子的图案，第一选那个莉莉啊，李莉莉吧，一定要，不然你要把栗子拿掉。我先讲，把它拿掉，大请了，请了，请了，现场，请了一波。OK， 指定肉饭，好，那就肉饭。耶，谢谢光泰，耶，那林果就是汪汪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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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么。就是中奖的各位，麻烦帮我私讯 AKB48TV 的官方账号 Long Life 账号，然后就是把你是指定谁，然后跟你的地址，还有你的名字，然后还有什么电话吗？顺便把电话 是否单身，然后把你的那个真有资讯都写上去。对，没有，我们 Larry 姐姐会帮你审核，然后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哦，这个不错，可能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我可以耶，对，以后丢礼物给我。我的 Line 这个，你可以先想一下你的马甲要是什么，你的马甲，然后我们就穿你马甲这样，就进来强制你。好了，反正就是那个中奖的各位，帮我写说你是要指定谁的，然后你的真实姓名，然后跟你不要给。不要给什么阿正、光泰，这个不行哦，要寄去你家的，所以就是要给我你的真实姓名，然后电话跟地址，地址也要地址哦，地址，地址，地址 ，OK， 好，怎么了？什么意思？没有说地址，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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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那我们来进行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吗？太期待了这首歌，对耶。我们上次一起唱歌是不是还蛮那个？我记得还蛮……我们上次一起唱歌。开始的清醒，心交谈沦为平淡。你记得吗？我们那时候三个一起唱这首第一集的时候，
是忘了，这是，对我们这次风格非常不一样。对啊，这次完全没有，这次是对中二的一首歌，这是我们的童年怀旧系列。对，之前我们之前选歌都是那种精挑细选、认真选，就是这个唱的好吗？还是换一首之类，就是我可能会想。然后现在因为已经久，就发现啊，舒服这样。对，就是你知道气氛最重要。对对对，我们的最后一首，对，我们要不要来讲一下我们最后一首歌是什么？1、2、3，终极一班。那我们要唱了，来，对，Right now, come on， 要 cue 我一下 ，Yeah， 2、1，Come on， 哒哒哒哒哒 ，Go。他们有 MV 耶。Body time， 哇，肌肉男。干嘛低头祈祷？我的心情又没不好，不要见我就跑，这样很没礼貌。哇，金宝三十一踏进这地方，要清楚谁是老大，罩子最好放亮，要小姐闻风丧胆，没有怕输的急，不要轻易的靠近。如果懒得呼吸，我也只好成全你。虽然考试考不赢。但是有难一定听，终极一班一条心，我们有情有义有心。Everybody 准备好，统统又不准跑，等我们弟兄到齐，绝对拍手叫好。I'm ready 手指高 ，Party time 就是闹，我们是终极一班，帅气的不得了。就。不要逼我报警，不要使他们功利，当我发工作权，你会飞到火星去。不要一概否定我们的这次操心，有坏蛋搞不定，终极一班冲第一。虽然考试考不赢，但谁有难一定听，终极一班一条心，我们有情有义有心。Everybody 准备好，统统又不准跑，等我们弟兄到齐，绝对拍手叫好。I'm ready 手举高 ，Party time 就是 now， 我们是终极一班，帅气的不得了。教主最好放量，高校界闻风丧胆，没有怕输的机，不要轻易的靠近。如果你的不幸，我也只好成全你。考试考不赢，但谁有难一定听，终极一班一条心，我们有情有义有心。 Everybody 准备好，统统又不准跑，等我们弟兄到齐，绝对派手叫好。 I'm ready 手指高 ，Party 台就是闹，我们是终极一班，帅气的不得了。完全没有跟上那个节奏的那个黑。对啊，你看看后面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默契，哎、欸，让人无法专心哎、欸。天哪，你到底有没有看过《终极一班》？你的童年我有看过啊。对啊，他就是有这 KO 榜这样。Oh my god！ 天哪，哦，我是飞轮海。哦，真的吗？你特别做的、啊，天哪，真的你真的是非常贴心哎、欸，完全没有办法专心。太棒了，对，这是亚瑟王。亚瑟王。对对对，大家应该就是这个。这是大家的童年，因为它毕竟重播蛮多次。修对，就是爱了爱了，童年男神啊。对、嗯，好啦，那我们请柏林在就是留学前再来讲个几句话，感性的，就是性感的，性感的，感性的，下唇讲。我觉得，我觉得，好恶心哦。他真的给我咬下唇，快咬着下唇讲。是你咬上唇是怎搞什么好啊那个感性的讲几句其实大家真的不要想太多啊
没有，这其实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然后其实就是一学期，其实时间也不长也不短呐、啊，就是可是我相信就是会非常非常充实。然后我会好好的就是在这段时间就是精进自己，然后我也会继续在 Long Live 上面开直播，所以大家可以追踪我的那个3035070740是我的直播间的。哎，偷瞄小抄啊，我很难记，我超好记的。然后就是我的 IG 也会照常更新，所以就是。就会继续在网络平台上面陪着大家，所以不用担心。之后你可以多多来听我的唱歌 cover 啊之类，也可以多多支持，就是浪 K 歌。耶、yeah, yeah, ，因为就是柏林的很多东西都会正常更新，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怕他如果什么消失不见，他还在，他还在，除非他自己不发才会消失不见。直接完了，要发要发，他不会啦。那个浪 K 歌下载给那个远端遥控，这样就是我在家里视讯唱给你听。没有，还有他有那个直播延迟，那个虽然考试考不赢，考不赢，那我就考不赢。这延迟有点大，开玩笑，开玩笑的。对啦，所以就是希望柏林在就是留学这段时间可以过得非常充实。大家等我回来哦，很开心，就是让 K 哥可以在最后一刻就是邀我上来，让我可以赶上最后一刻，就是不然来不及啊，我要飞走了。哦，真的耶，真的，我一直很想要再回来上一下浪 K 哥，所以就很开心，就在起飞前可以上一下这样子。对，然后降落后再上这样子，到处上，希望有机会喽。可以，那如果想要就是关注留在团体的我们的话，可以上 AKB48 听 TV 的我还没退团，对他还有他的 IG 的更新，我还没退团，没有，就是就是你知道，毕竟你出国嘛，但就是如果想要就是看我还有就是在就是没有帮忙跳手牵手就不是一阵子，是不是？公演缺人哦。就是如果想要知道我们团体的更多就是最新消息，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然后也可以上我们的官方 YouTube 看看哦。Yeah. 然后也欢迎追踪我们三个人的 IG 在前面。除了浪 K 跟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平台有表演，对，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演出，希望大家可以多来找我们。好啦，那么现在是三月。那么我们三月2023的三月，哎，今天三月二十三呢？对啊，刚刚好。2023的0223，对的，什么意思？0323，我还附和他。2023零三大附和他，我都没真的说啊，对啊，对啊，二月，没有，我刚没有意识到。好了，反正就是重点就是呢。就是我们三月的浪 K 歌就到这边差不多结束了， yeah,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希望大家会喜欢。对，那我们下次见喽，大家拜拜。